哦，这是 Riverside 的一个 2B2B。进门之后，左侧它有非常多的衣柜，有三个衣柜。然后呢，进门之后，这边是我们的厨房区域，非常的宽敞。然后这是它的这个microwave oven stove，然后这是它的 dishwasher。OK，然后这边是它的 sink，柜子非常的多。然后这边是它的冰箱。这边呢，有非常大的公共区域，这边是一个长的吧台。OK，它的那个客厅可以在那里隔断，所以它隔断完了之后还有非常大的区域。我们先去看一下那边的景色。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次卧。次卧呢，它的景色，这边它的 closet 已经打好了隔断。这边是它的卫生间，也是比较大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的 closet 在外面。OK，这是它的次卧区域，它的主卧区域这边首先还有一个 closet。然后主卧呢，进去之后，这边是它的卫生间，也是在我们的主卧里，非常的大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主卧，主卧这边朝向是我们的西北和西南朝向。然后这边我们的主卧里面还是有一个 closet，所以整个主卧也是非常的大。然后这是我们主卧的门。